穿衣服啊。上面等一下。哦，我没有穿衣服啊。行，你要穿一点。炫泡，哎，超酷的，直接就变成一个洗头台，超痒的。你也进入了这个洗头台吗？他帮你按摩。他也跟我道歉，我觉得没关系，因为他其他真的很舒服。他的小熊，帮你上一下哦。月式洗头出题耶！哎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这个月式洗头呢，在 IG 上面超级红，好像很多人都有去做过了。没错，做过啊，泰国浴哦。进来之后呢，他就会引导你来这边，然后鞋子要换，要换成室内。这超多耶 ！A 套餐，超值 A， 好多项哦，去角质。好奇怪，哇，里面很多，原来这么大哦，哇，我本以为想说就是小小的，就是一个洗脚的地方，是不是后面是一大坨？我只有裤子吗？没有穿衣服啊。上面等一下。哦，我没有穿衣服啊。你要穿一点，你很夸张哎。不能穿衣服，只穿裤子。没有，他只叫你换裤子。没有。你穿的什么东西？你看。哎，我这是最新的。好的，那我先换，走开。可以。哇，你的有红色的耶！它红光的感觉，很炫泡。我感觉好舒服哦。青年旅馆的浴缸。青年旅馆。会痒。它会痒。哇，它那高，像巧克力酱，那种含甜的那种。对啊，甜的。哦，小腿很舒服。完了，往下了，往下了。其实就像在按摩哎，然后我们刚刚就把那个裙子往上拉这边。哦，直接变平口。好，他帮我卸妆，很舒服。胡子，哎，女生就不用刮胡子。女生修眉毛。很痒吗？很紧张。不要紧张哈。很专业的手势。嗯，很舒服哦。手势看起来真的是第一次把脚趾都给大家看。他素颜，他真的很脏，因为每次去按完摩，你头发都会超乱。然后他这个最后就洗头，就又可以变漂亮。哇哦！因为我刚刚改套餐，是不一样的疗程，直接油压超爽的。哇，你还有那个红外线这样照耶。对啊。我刚刚看小吴好像已经有点微睡了。真假？太快了吧！我跟你说，他按摩手法超好的，他的手法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。他刚刚还这样敲一下敲，然后这样揉揉，然后这样还这样按，对对对，按超多。他刚刚整个指尖在我脸上跳舞。现在在洗头吗？不是。哦。洗头。因为很像在洗头感。他们的指尖真的很会按，他们都会讲，对对对。你的表情会不会有点太享受？好赤裸的一只。嗯，而且很赤裸，真的很赤裸。你的脸超红的痕迹。哇，他就说我是不是很累？我说对。先遮起来，而且你敷着面膜，然后你不能尖叫，等一下。很干净哦，你自己有在挖耳朵。你竟然有一个包到完的人。哎，我趴着你有帮我去水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超狼狈，就已经没洗，很丑了，然后弄成这样。刚刚有一招很猛，就是他用膝盖帮我按摩，他的膝盖哦，跪在我身上，两个膝盖这样滑，真的好膝盖舒服，很酷哎。哦哦哦。嗯，你现在在按腿环节。哦，我跟你说超舒服。他刚把我手怎么抓起来，然后这边按，按完之后这边按完之后按手啊，按下按脚，哎，从头按到脚。真的，你看他现在按你的脚，哇，他的力道是真的好舒服。我怕会我会不会痛，然后本身我不怕痛，然后我就去调整。我干嘛？哦，我帮你折脚，帮你折脚。你为什么整个人看起来奇怪？哦，起来了，其实就是一个这个，很炫泡，哎，超酷的，哇，好酷哦，哇，直接就变成一个洗头台，我真的超猛的，哇。躺着洗头呢，再加裸身体。哎呀，整个正在洗澡了，现在。重点来了，因为月式洗头嘛，洗头，洗头是一个关键。我感觉抓的我头都痒，我好想洗，对不对？我等下睡着你再叫我。好。哎，还在工作，还在工作。嗯，回来了，我在等你洗头，顺便按摩肩颈，还蛮爽的。你现在在上那个护发油，小友睡着了，他有舒服到睡着。我现在头部按摩，天哪！边洗头边按肩膀。
大家真的要自己来试试看，才知道多舒服。哦，这个拉到最深嘞、欸，我们刚刚按到肩胛去哦，分掉。哇，你整个头感觉被拉起来哦。哇！哇，你要进入了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要喷水吗？啊！紧张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。哦哦！哇！好痒！我觉得可以吗？可以。这个好炫哦，好酷！好痒哎！哦my god！ 难得替你叫成这样，要接的。超痒！水是很大的那种感觉，哇！我没有看过这个哎，是像按摩脖子吗？你也进入了这个生活台吗？我刚刚在喊救命的，因为很痒吗？很痒，超痒！你的表情有没有控制一下？是不是你的水比较大的感觉？直接把你关小啊！这下巴是怎么回事？怎么？真的好疼，超痒，我笑到哭哎！哦哦，现在是小哦哦。这断头台谁去的？有有。有我帮你按摩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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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痛！没事。我说他痛。断头台，我刚刚在叫他哭，你都没听到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在游泳那边，他也在叫。因为真的很痒，我只是敏感带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水出声，笑到哭。你的嘴巴都一直打开。我在笑。你洗完了？你没有叫我刚刚那个断头台，知道这个吗？对啊，那个超好笑，那个他们两个痒到哭哎，笑死！我好像我不怕痒。眼睛被盖着，就这样很像在森林里面的感觉，然后听着那潺潺的小水这样子河流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你现在的断头台换地方、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他帮你放在额头的部分。哦，是断头台哦。来来来，哦，我很舒服哎。很舒服哦，然后洗头嘛，一定要含吹头发、啊，现在就帮我把身体吹干。按摩特别是它整个连你的这边都会洗到，对，然后都会帮你冲干净，所以是有点像半洗澡的感觉。对啊，人家帮你洗澡的感觉，对，超费超爽的。个人觉得我会再来，但是因为按摩加洗头都很前方，没办法每次按完摩都会。对，前面真的是忍超久，后面那段半小时就不行了，整个。好笑的是，他最后他拿起来的时候，他就一根这样嘛，他就靠起来说：“你怎么太真壮了？”他就你看，游戏。他也跟我道歉，我觉得没关系，因为他其他真的很舒服。但是我们这次的月式洗头初体验。